IT 单元感觉 Temple， 感觉要说得清楚，对，好难哦，对不对？好难哦，好难，好冷啊，好热，好冷门哦，好痛苦哦，然后又不能戴耳机，好累哦，对不对？好懊恼哦，感觉差不多，很少听到懊恼哦，这两个字比较懊恼，懊恼，懊恼，好烧脑啊，因为好想回家。哇，水瓶，来来，听到名字跑步初恋要宣传了，有你，我发片了，发片，对，什么片？这是真人写真，不是不是不是，这是我出了歌 EP， 我的首张个人 EP， 然后里面收录了三首歌，然后 Catch You 这首歌的 MV 也已经上架了，希望大家可以到 YouTube。看起来冲冲我们的流量哦，然后三首歌，对，三首歌都在各大数位平台可以听到，好期待哦，没有没有期待啊，待会中间空档就去看啊，对啊，赶快去看哦，赶快去看，把它看起来哦，冲流量，恭喜你。今天 Temple 可以得到的奖品是什么？我有七小的健康气炸锅，好哎，健康哎哦，来，好，两个派三位，那我先下来，我也先下来，我也可以啊，啊，我们三个下，你也先下，都没玩过吧？我们没有玩过，我但我不冲过，那变成我们主持人对决啦，陈哥留个，陈哥留一下，都下，你们再拍一个啊，那林亦菲，林亦菲先当炮灰啊，哇塞，哎呦。好，回家想一想，他气炸锅，他气死人比较快了。好，来各就各位，就位。这个单元难在哪里呢？难在题目和感觉都不能重复。对，是的。然后好什么哦？这个空格只能填一到两个字，不能多。哦，绝对。那一定要讲好什么哦？一定要好。好幼稚哎，上次没有幼稚。这个单元从录第一次你就这么说，真的，你这是无道一以贯之啊，他就是坚持，真的也是啊，好什么哦，我都记得，我从小到大没什么好什么哦，年轻人会这样，我们就配合这个单元玩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一下就过去了，年轻好啊，好，来都不能重复哦，好，我们每个队各有丑一次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怕大家死太快啊，好，来准备，感觉 dem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吃凉面，好开心哦！打手枪，好爽哦！推轮椅，好累哦！写作业，啊，好辛苦哦！吃牛奶冰，好冰哦！挖鼻孔，好痛哦！买冰室车，好爽哦！吃冰，我没有爽过。他爽过，他刚才爽过，不能爽两次吗？好舒爽，好舒爽，没有隔一段时间，什么叫隔一段时间？下一段了，下一段，不要讲，不要讲下一段，什么隔一段时间？那也是下一段吗？我说有人问你，不能爽两次吗？啊，要隔一下。你们都把那个打手枪，打手枪为什么是很爽？因为打手枪很爽，好爽快啊！打手枪很准，有时候射击很爽，那种砰，哇，好爽，后坐力很爽。那是散弹枪，手枪不会爽的。你没打过啊？杨老要打过手枪吗？我脱皮，你就拿只手枪放这边，马上打，你在打手枪，谁叫你出来的？防守，防守，防守他，防守，你先顾好长哥，防守。我们队长在那里啊，帮队长说几句话错了吗？防守，防守，我是忠心的啊。好，新奶奶准备。啊，没有，没有丑了，没有丑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丑啊，还有，你们还有啊？哦，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拍写真，好清凉哦，打散弹枪，好爽快哦，送急诊。好累哦，看电影，好刺激哦，看鬼片，好兴奋哦，脱丝袜，好紧哦，买飞机，好快乐哦，打散弹枪。你是在讲丝袜？太难了，你不是在
枪打枪，为什么？奇怪，我后车厢的那一把应该拿出来。对啊，有这么多枪，你也可以空气枪。对啊，我知道啊，你也可以十字弓。我在想，我刚才是不是讲过打手枪？对啊，你打知道吗？这是上一段，上一段。你看，就是他先打，不是你那袜子袜子，他一直在讲。丝袜怎么了？哇，他说太紧了。对啊，太紧怎么脱啊？对，不好脱啊，不好脱啊。他说穿丝袜，对，不好。你看哪个？那是孟哲哥，不是我啊。他是说好紧，影响到你。他没有在想紧，他一直在想脱。我觉得他那个接的不对。啊？对，穿丝袜好紧哦。脱丝袜。有啦，有的时候很真的不是袜子，很紧脱不下来。来，换一个。来，好，不要拉我。我没有。我已经死了。没有拉你。派谁？我。你来啊。我来，我来。哇，我累了。吴以轩准备。好累啊。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买乐透，好期待哦；去爬山，好累哦；看医生。好烦哦，吹头发，好热哦，哦，中乐透，中乐透啊，是买乐透吧？对啊，买乐透。你可以不要反拍镜吗？中乐透，我完全听不懂。你那比较像中红。对，中乐透。虽然可是反拍会，人家会吓一跳啊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他很正常的，好吗？头用完，头用完了，头用完了。好，这样用掉也太可惜了吧！好了，好，对不起啊。手用完了，手用完了。张文琪接，张文琪准备，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买房子，好有钱哦；买书，好愉悦哦；刺绣，好贤惠哦；打篮球，好累哦。去跑步，好累人哦。去爬山，好喘哦。爬楼梯，好辛苦哦。写作业，好难哦。喝水，好胀哦。打棒球，好快乐。去攀岩，好酸好酸哦。照胃镜。你说什么？好酸哦，手好酸哦。你要拍好，手好酸哦。手好酸哦，好酸，手好酸，手好酸。那就一到两个字啊，你好酸好酸是四个字。手好酸，手好酸，不是手好酸啊？没有，你刚刚说好手好酸。你说好酸，你说好酸，你说好酸好酸，两次。你说好酸好酸哦，好酸好酸，我刚刚讲好酸好酸，好酸好酸哦。讲两，好酸可以，好厉害哦，你这些。全部累死，都会跑来跑去，知道吗？好酸，好酸，好什么哦？一到两个字，好酸，好酸。因为攀岩真的手很酸，他可能对啊，真厉害了。手好酸，手好酸，不行。来，讲手好酸不行。好危险的，危险危险。会输在这种地方。你们三个谁来？来宣传的来，尤里。啊！大家要干嘛？早晚丑媳妇早晚都要见公婆的。尤里啊，加油！加油！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洗衣服，尤里，染头发，好麻烦哦。哟，痛苦。你怎么把你自己 OS 讲出来了？洗香蕉，好幽默哦。去攀岩。好困难，好幽默啊！万一说有人看到我背对在洗香蕉，是不是很幽默？好了啦，好了好了。冲冲冲！好好好好好好好加油！加油！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洗衣服，有你。你专程从这里去发呆的、啊？他想说，哎，有位置坐可以发呆坐。我刚说，尤里准备。我以为你先。好好好。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写情书，好爱哦；溜冰，好冰啊；弹钢琴，好好听哦。
弹吉他，好难哦。划龙舟，好累人哦。弹乌克丽丽，好痛哦。搭飞机，好累哦。爬山，好喘哦。跑步，好辛苦哦。二写功课，好难哦。讲过了，很容易重复，很难嘞，好容易重复，你要记啊，哎，题目也要记，感觉也要记，好难，真的好难，对啊，一绕完很容易了。你前面讲过什么？好难是什么时候讲的？对啊，好难是什么时候？好难什么时候讲？会不会是上一绕啊？大家都不记得。弹吉他，弹吉他，弹吉他，对不对？不，他那个尤里讲的，弹吉他，弹吉他，是他讲的吧？他讲的，我是乌克丽丽。哦，乌克丽丽，乌克丽丽，好难哦。自己讲的都要记，最难的都要记。下面一位，哇，哎呦，哎呦，董哥，小心，小心，董哥来了，董哥来了，董哥来了，小心，小心，董哥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毛遂自荐，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，那个董哥，压轴，董哥，你可以活三 round， 我真的就佩服你了，真的吗？对，三 round， 我怕他先睡着，刚试完的时候他玩到后面睡着。睡着，那个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啊。董志成准备，看到走多远啊？旁边很危险啊。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换灯泡，好累哦；滑雪，好刺激哦；打篮球，好累人哦；去总统府，好兴奋哦。煮水饺，好烫啊！泡温泉，好温暖哦！泡冷泉，好舒服哦！打棒球，好紧张哦！打排球，好刺激啊！过滑雪讲过，讲过，滑雪讲过，滑雪讲过，滑雪讲过，对，难冲啊！感觉也不能重复，对呀、啊，事情也不因为啊，他们很坏，一个人讲打什么球，打什么球，他一直讲，那你就要去变，要变，对不对？打排球、打篮球、打手球，你就要一直变，都一样，对不对？好坏啊，这些，总比打手枪跟那个散弹枪好，不一样啊。好问你耶，哪个？你两个是不一样的，队长，是啊，不敢造次啊。下面一位，好。物有稀为贵，物以稀为贵啊！物有稀，准备登阶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切洋葱，好辣哦！买衣服，好兴奋哦！涂口红，好红哦！染头发，好麻烦哦！哟，痛，苦，痛。苦，你怎么把你心里 OS 讲出来了？你怎么把自己心里 OS 讲出来？恐怖！你讲好麻烦哦。对，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同时，哎呦，哎呦完了以后，痛！哎呦，因为我也被我自己吓到了。他自己吓到，他可以怎么可以接这么好？对，哎呦呀，我的妈呀！我呀，他就是，他说太容易哦，称赞自己。我没有，一接，有时候他十位一接起来，他自己都吓到。我怎么会有这个十位？我怎么会这个智商啊？不敢相信自己这么优秀。闯了三关，你看被自己吓到。我们能够在边玩游戏这么紧张的情况下，还能够欣赏自己的，不容易啊。哎，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啊。非常娱乐效果啊。痛苦。好笑。来。林立飞，林立飞，你不会比他差的，你放心。你在台东住这么久了，很灵活的。在台东太 chill 了，会比较慢。好，林立飞准备，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叫外送，好好哦；打小孩，好好好，没有叫好好哦，没有好好好哦，好开心，好好吃哦，还是好好，对，真的好方便哦，还是好，对，方便啊，期待啊，还有很多嘛，好麻烦啊，或者好方便，哎，好，哎，你不是我这一队的，没有误你，不好意思，哪个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
所以我中台东来做了很好远的普悠，待做小时呢。好啦，你要做普悠马哎。对啊，对啊。你做了普悠马？没有，我做自强三。台中还有普悠马？我坐骑马过来，你坐普悠马？骑马来啊？对，下海骑马。坐骑马。下个月才有，你应该上礼拜就出发了吧？上个月就要超人了。普悠马人，告诉我一下，还有那么累骑马？来，你接。好，接 demo。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：办护照，好快哦！去游泳，太舒服了，太舒服了！好，好，好啊！好舒服，好舒服啊！明明就讲说，都摆在那了，好什么？太舒服了！太舒服。第一个字也不对，最后一个字也不对，太舒服了是什么？不要喷那么多嘛。防守。姐的那个讲，出发前都讲。好。哎，给他优惠一下。好笑，太好笑了。啊，五十五岁以上可以，你是优待吧？没有，董哥从男女游泳过来，他从台东不算什么，这从绿岛对。哎呦。哇，厉害的！你先哈，哇，你董志成准备，感觉 tempo， 我把陈，我要不要这样讲感觉？好什么哦？哦，好 ，OK， 好。他讲你接，懂吗？他出一点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出题。你看，董哥开始累了，下一 round 就睡着了。他开始晃神了。我不用事实，这叫是叫拐掉，我是要把 tempo 稍微李梦泽，哎，注意一下，好，他有点状况，他被影响，感觉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穿耳洞，好复杂哦，去冲浪，好刺激哦，捐钱，好贵哦，买菜，好麻烦哦。洗澡，好舒服哦！坐云霄飞车，好快乐！打小孩，真是坏！好，要聊天，好难玩哦！好快哦，不就好了吗？真是聊天，我好想放弃，要先打，要打，我走。不是，我突然觉得语法要突然一瞬间变，真的很厉害。平常没有用好这个开头，对对，哎呦，啪啪啪，有被发现是？你真的没有一 round 了，一 round 都没有，我还说三 round， 他第二 round 了，有两个 round， 两 round， 没有过他，董哥根本就不想玩了，事不过三，董哥累了，都没了，自暴自弃了。来，杨子怡准备，感觉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弹吉他，好难哦，爬山，好累人哦，弹乌克丽丽。好困难哦，擦指甲油，好漂亮哦，洗澡，又洗澡，好舒服哦，拍照片，好好看哦，溜冰，好顺哦，爬喜马拉雅山，好久哦，弹乌拉拉。一直在打散弹枪，你一直在乌克丽丽乌克丽丽啊，乌克丽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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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乌克丽乌拉拉，乌拉拉，乌拉拉，我把音弹出来了，乌拉拉。哎呀，要弹别的。像杨子怡压力比较小了吧？防守，防守。没有，还是大。可是我压力大了。很难。杨子怡，他很快，他很快。很快。他很快。来，跟我转接哈。来，感觉 tempo， ready go。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弹乌克丽丽。好困难哦。送安亲班。好累哦。接睫毛。好漂亮哦，跳绳，好喘哦，画
妆，好酸哦。按青斑，好幸福哦。如果去安青斑，哦，要去安青斑。要有一个动词，送安青斑不能讲名词啊。就是我们家台东人。对对对，我对啊，对啊，慢我已经慢啊。对，那你现在意思是不想走呀？我想我可以走了，我可以走。火车到了，火车到了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那匹马还停在门口。好，我想跟你回马了。别骑马，那我现在骑回去。赤兔马，清朝人呐。还有谁啊？没有了。杨雅竹，还有雅竹，还有兰兰，来，杨雅竹先哈，来，感觉 Temple ready go，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开高速公路，好久、哦，绑鞋带，好难哦，爬喜马拉雅山，又爬，好复杂哦，搭捷运，好快哦，剪指甲。好快乐哦！跳绳，好喘哦！穿衣服，好快哦！好快！穿衣服好快，可以啊！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！我这儿有换衣服啊！对啊，重复了。我这儿有换衣服了。啊，刚刚他都讲得快哦，你也知道你重复了，我知道。哦，那你记性不错啊。可是我反应很慢啊。哦，好快，好快哦，好快啊。对呀。亚竹，那怎样？你讲哪句话？不，我觉得他需要打先打。我们秀一下自己对。怎么办？他就重复了，怎么办呢？好短命哦。好短命。好短命。好短命。这画面好快。你才刚下去。对啊。我们死的也太快了，我来哦，下连三个有点麻烦，战将。我们略胜一筹，3-2，争夺成接，争夺成接，感觉 table ready go，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去露营，好辛苦哦，跳八家将，好困难哦，爬山，好喘哦，去读书，好高兴哦。跳格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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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听懂，没听懂，跳格子，跳格子，他不是，他是要跳格子，跳，对，我们都有在讲，我都不会死，因为我就洗澡，好喜欢洗澡哎，快乐，我改成。你的生活没有别的事情吗？有，我想做别的，我想做别的。对，我想跳格子。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！给他机会，给他一次。对啊，那他说跳格子，规定哦，你不准再讲跳绳、洗澡、泡、洗鞋子、洗身子、洗身子、洗身子、跟跳蚤、跳蚤、跳跳。有你接哈，感觉 Temple ready go， 啊，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去跳绳。好累哦，洗苹果哦，好干净哦，苹果，擦口红，好美哦，去攀岩，好辛苦哦，去爬山，好困难哦，煮饭，好开心哦，兴奋，你是骂脏话吗？他又要洗澡了，他想要规定不能讲洗澡，他洗澡，洗头发了，洗脚啊，洗头发，洗鞋子。我跟你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他这样讲？洗吧，洗吧，对不对？你喜欢苹果吗？该洗吧啦吧，有点焦虑，我觉得。没有人啦。看，这个护国神山走了以后，哇！你不要动，杨子不要动，那你把你拿，不要去，不管，回去，等哥，可以的，剩你了，加油！海西接啊，我接，来，赶紧接 table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去冲浪，好刺激哦，洗香蕉，好幽默哦，去攀岩。好困难，好幽默，因为香蕉没有在洗啊，对，没有人在洗香蕉，有人会洗香蕉，为什么没有在洗香蕉？有人要剥皮就可以，有人会香蕉要洗，香蕉要洗，我也会洗耶，我没有洗过香蕉，没洗过，没在
等一下，不用洗，我没洗过。洗香蕉为什么变好幽默？蛮幽默的啊，好笑啊，看过人在笑。好幽默，要好跟洗榴莲一样的好幽默这种。如果是女生讲说。好幽默，那个画面会很奇怪，会有一个这样子很奇怪。对，你怎么洗？那不要比，不要，让它上面脏脏的。哎，你怎么打开水龙头再洗？很那我问你，你怎么洗茄子的？洗茄子也是，不是？如果万一洗香肠怎么洗啊？万一说有人看到我背对在洗香蕉，是不是很幽默？好了啦，好了好了，不要比了，很危险，对吧？幽默啊，是的，这个话题一开，聊起来了。洗香蕉没有说嘛，说绝对不可以的。对啊，有些人爱干净，我就要洗一下香蕉，怎样啊？也不对，我觉得这是很幽默啊。对啊，很幽默啊。对呀，乙烯洗掉之后，它香蕉黄，乙烯好专业哦。哦，不管怎么样，你都不能说说好幽默啊，对不对？对于不洗的人，他就会觉得很高的。为什么要洗啊？我的精准啊，再精准一点了，再精准姿势啦，我不出洗香蕉了。好了，香菇，一样，来谢谢哈，来，感觉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洗澡，好疗愈啊，洗芭乐，好干净哦，洗澡。我洗澡，洗澡啊，热水，今天大家都很想洗澡，怎么样？洗了二，大家都想洗澡了。我们是中毒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洗香蕉还是洗鞋子？来，兰兰教你洗。哇，对，你花花，洗茄子，一个一个，我们想。杨子一接哈，好，感觉填不 ？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收包裹，好重哦，爬山，好累哦，穿袜子，好紧哦，穿鞋子，好硬哦，爬半克拉山，好喘哦，绑鞋带，好难哦。弹钢琴，好好听哦。爬喜马拉雅山，怎么是山啊？受不了，都是山，都是山啊！好多山，它就是登山就好。山啦，好喘，好酸，好累，爬很多山嘛，好累，辛苦了。巴颜克拉山，巴颜克拉山，对，巴颜克拉山，有了有了，真的有在。哎呦，你被他弄到了，真的。好，凯欣，你要准备，记得哦。他都一百月，他都快。轻巧健康的气炸锅啊，准备，感觉 dem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泡咖啡，好烫哦，洗苹果，好香哦，爬山，好累哦，弹吉他。好好听哦，爬枕头山，好爽啊！我本来想要枕头山不是山，对不对？好爽，好好爽哦！山吗？枕头山在哪里？有有有，枕头山不是睡觉的吗？在北投，在北投，对，床上也有啦，北投也有啦，都可以啦，也可以。我刚刚想爬山居然赢了，好疗愈哦。健康的气炸锅颁奖，奏乐，谢谢。他是参加爬山得到的。